贪吃的主持人话最少，小心 C 位恐不饱。简易的洋葱还有姜片，然后这个是泰式的洋葱，对，很口感，然后给你去搭配。我觉得好惭愧哦，我介绍的就是你介绍的更好。好像是你啊，这节目今天谁最少话，下次就会我取代哦。没有，我们互相检讨。还有一个是不是？你看，还有一个我吃过的，你要确定的，你看。今晚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臭臭董事长。